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一朵白色的云从海上耸立而起，高度惊人。搭配落日余晖、金黄与火红的交织美景，让民众目不转睛。情人节傍晚，台东海边突然出现一朵针状云，从五点多持续到入夜都能看见，吸引民众拍照驻足。带你来听一段专家说法：很强的上升的气流，然后到最空气的顶层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向外的辐散的这样子的机制。那这种情况其实不常见，要是环境跟整个大气非常的不稳定，才有办法发射这种很强的不稳定的上升气流。近期台东天气多变，对流发展旺盛，再加上上层水汽折射了太阳光，才会形成这种独特的自然景象。